那不挺好，挂在直播间睡觉。就吃马鸡睡觉啊？他是不知道几点了呀？这个点你说吃马鸡睡觉，不知道这个点有多少挂呀？我觉得我去拿个厕所挺香的。恐怖啊，危险呀。哦，回家了。这个点对变态道友可多了。飞挺高的，小伙子。好，车胎给他干了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这个圈别刷走了，刷走我没了呀。为什么这个车开过来的人不打呀？还是扫车那个人被这个人狙死了？哦，还在。这两边在对狙。这人也不露，还杀人呢！我靠，上面那逼 MK12，谁呀？谁打我胎呀？现在是这边的打。刚才最开始第一枪那个胎谁打的？枪声都没听到，不是这不是那把消音打的。那消音响的枪隔了一秒钟之后就开始挂了。哇，这人又杀人了，可以呀、啊。出了多少把鸡？那会儿